来吧，兄弟们，不知道咱家老铁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？这个东西叫做三眼虾，在地球上生存了25000多年了。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它都可以生存的啊。如果你第一次见，那么请给我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。咱们今天下午大概在3:30到4点左右直播户外赶海，喜欢的朋友给个关注。一共4个蛋啊，这是第二个。你们见过小乌龟出壳吗？如果你第一次见，给我点个红心。我们帮个忙，把它给拽出来，就怕海猫子会伤害它。如果方生能够带来一份安康的话，我希望是送给父母的啊。进来的朋友，给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一会带你们户外直播。这是我遇见4个小海中的最后一个蛋，恭喜它，它又出生了。我们今天又把它给放入大海中。如果方生能够换回咱家老铁一个双击和一个关注的话，我感觉这是值得的。老铁们不要想多了，不会把它给抓回来，也不要想起起锅烧油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一会带你们直播看看。凌晨3:30的时候，相信你们都已经睡了，而我还在海边转悠。因为大潮才能拍到这万亩的象拔蚌，这个东西非常好吃，只吃它的鼻子，它里面是会有粉条的啊。不知道能不能换回咱家兄弟一个小红心和一个关注呢？算了，要你们也不会给，一会看我直播赶海。昨天下午赶海的时候，抓了3个八爪鱼，放了2个，只留下了一个，为了拍个段子，把它放到车轱里面。不知道这个宝马钥匙是谁的，一会把它给物归原主啊，省得他们着急。进来的朋友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请给小弟点个红心。嘿嘿，算了吧，药也没人给啊，给你加个关注，一会。这是一条非常可爱而又漂亮的小绒圆，也叫六角恐龙，一会咱们把它给放生。如果放生能够给咱家老铁带来一份好运的话，我希望是送给你们的。进来老铁，如果此时手机还有电，请给点个红心。天天要我估计你们也不会给，太打脸了，别噼里啪了，加个关注看我。这是哪位老板家的鱼全都跑来了啊？老板你要把你家的口子堵住了啊，别让鱼再往下跑了啊。这是鳗鱼，都说这鱼有电，其实是没有电的啊。我们把它抓回家肯定要红烧起锅烧油了。如果此时手机有电，请给点个红心，千万别打脸啊，加个关注，一会直播。大章鱼一点都没有记性，见动就要钻，见动就要钻。今天我给他找了一个漂亮的房子，让他钻一钻。有的朋友进来会给你点个红心啊，有的朋友怎么要他都不给。他们殊不知，给别人点红心可以让你的账号活跃，早日开通直播权限啊，也可以上个小热门什么。给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一会咱们直播。有很多老铁说这个象拔蚌他没有看够，说让我再发一个这样的视频，他就会给我点个红心，然后加上一个关注啊。咱们今天晚上大概在11:30左右直播户外赶海，又要爆桶了。经过一场台风以后，这象拔蚌少了许多，全部被吹上岸了啊！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请给点个红心加关注。不下雨11点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如果你在海边上遇见这样的小眼睛，不要客气，搂它，不是个大青蛙，那么就是一个多宝鱼啊！起锅烧油，葱姜蒜都准备好啊！如果你喜欢吃的话，那么请给我点个红心。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，连接的 WiFi 也给我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一会带你们户外捡贝。这个大海葵是海里的大捕之物啊，说是它的胡须有好几年了。那个起锅烧油把隔壁老王都给馋哭了，隔壁老王特别有力道啊。有的朋友进来会给你点个红心啊，有的朋友怎么要都不给呀、啊？他们不知道，我点红心可以让你的账号活跃，早日开通直播权限，给个双击加关注，一会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有的朋友问我。这个象拔蚌到底怎么吃啊？我今天就找了一个象拔蚌，把它埋到沙子里面去，然后把它挖来，把它给剖开，让你们看看啊。如果此时手机还有电的话，请给小弟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。算了吧，要你们也不会给啊。那么点个关注啊，一会直播了啊。